将你折磨成咁样，我一定要去帮你报仇。小蝶，阿爹冇咩事，你千祈唔好冲动啊！小蝶，我叫你去搵红姑，你有冇搵到啊？有啊，不过呢个女人疯疯癫癫咁，仲将你交俾佢嘅信撕烂晒添。系啊，个女人好古怪噶，乱咁打人噶。而家唔好讲咁多住。 你同佢攞翻个鼻烟壶翻嚟先，我见佢咁古怪，所以冇将个鼻烟壶交俾佢啊！小天，将个鼻烟壶交俾我。小兄弟，百年心经就喺呢个鼻烟壶度，你要好好帮我保管住，唔好食啦。 点会系你噶？佢已经移情别恋，你仲帮佢？我唔系帮佢，而系帮师傅清理门户，惩戒呢个叛徒。<音><音> 你已经学过百年心经，如果你能够震断身上嘅白布，我睇你就可以打赢占城天。